你知道刘文正先生的消息吗？刘大哥不知道哎、欸。你不晓得？不晓得。哦。是。我也很久没跟他联络。哦。报纸说他已经离开我们了。什么意思？说那个经纪人夏玉顺，他刚下午的时候有证实说，刘文正先生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。啊？去年就对，去年十一月。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就已经去天上做。错了，是，对啊，你不晓得，我不知道，真的，你今天才知道吗？现在我们问，因为我刚刚下飞机。哦，是啊，不好意思。OK， 不好意思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是今天的消息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，下午经纪人证实。你等一下。没有，确实求证的事情。然后由家属来那个的话，我觉得暂时我持保留态度，对，因为这不是一个可以这样传的事情，然后那个先，我刚有听到有媒体跟我说是还没有经过证实，还有一件不是大家都在讲事情就是真的事情，然后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我觉得刘大哥当时选择离开这个行业，就是想要寻求安静，然后，所以我相信他也不会希望现在我们去谈论他，不管他以什么形式存在，对，就是我不想谈论他，对。静姐最后一次跟刘大哥的联络是什么时候？我觉得刘大哥选择在。就是我们特别好的时候，就是回到他觉得比较安全的地方，或比较安静的地方吧。那就是因为他不想再被谈论了，然后这么多年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做他弟子一直很谨守这个本分，就是所以现在我也不太想谈论他，就是所有相关他的问题我都不想回答。我想他。不希望被谈论，也不想被谈论，对，所以我跟刘大哥相关的问题我都不想回答，我想要继续，就是，对，尊重他当时的这个选择，所以 Annie 姐就是还上一次跟刘大哥联络，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？我再说一次，所有跟刘大哥相关的问题我都不想回答，我觉得不够尊重，对，然后我相信他也不想被谈论，所以请大家就是尊重我的心情，谢谢大家，对，那这样 OK 了吗？那 Annie 姐这次回来台湾大概会待多久？我就待那个一天，我后天就回去了，主要是今天回来参加这个活动，所以我也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因为我早上刚刚坐飞机，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，大家也请给我一点时间消化。